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7月21号礼拜五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今天呢受到贵人加持，广结善缘，人气非常的旺。狮子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感情稳定哦，那么适合约会哦，那么两情这个暧昧的这个气氛非常好哦。那么射手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适合的旅行，那么享受美食，健康运非常好。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牡羊座朋友资料外泄呢，导致你要注意诈骗的问题。双子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身体会有一些疲倦酸痛的问题哦，可能是运动拉伤了哈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粉橘的颜色，数字1；土象星座请你用粉白的颜色，数字4；风象星座请你用军绿的颜色，数字7；水象星座呢，请你用卡其的颜色，数字9。